从来不干家务的我，是不是长得好神奇啊？在这唠叨过于吗？哎呀，宝贝儿，我想找一个东西把这个垃圾收一下，我要不要整理一下？呀，按着我已经口眼歪斜了。到底几只马？听好。安心边走边唱，活宝样。可以了。你是想爷爷了是吗？他爷爷经常给他做训练，后来爷爷去世之后就没吃过了。川妹子偏爱上海菜，你为什么会点一个上海菜呢？因为我外公是上海人，我外公做这个特别好吃。看看是不是你外公的味道？看看颜色很像。只为找回记忆的味道。外公去世以后就没有吃过。哎呦，你是想爷爷了是吗？你不是七哥们哭了？吃到一个美食，想到自己最亲近的人是很好的事情。我是福气，真的。重度强迫症是个什么样？一看就是男生住的哈，乱七八糟的。你是会天生看到收东西的人是吧？不是我强迫症，我觉得这样拍出来好看。我想找一个东西把这个垃圾收了。别收了。不行，我有强迫症，我前面有垃圾，我吃不下去饭。原来是位田螺姑娘。他们怎么都不起床啊？我想找一个东西把这个垃圾收一下，我要不要整理一下？这个白发不像是我们的白发。昨天有田螺姑娘。蘑菇又添新项目。我曾经特别想开一个洗脚店，因为你的才华，你被评为一号技术。七位因为颜值被评为二号技术，我因为年纪被评为领班。只能说我是个学徒。黄磊出任首席体验官。我来吧。他是泰式的，特别厉害。我不会是你们就是按摩训练班的那个客吧？而且压一按的我已经口眼歪斜了呗。